哎呦，老吴，对不起，我堵车了。哎呦，杜老板，贵人值得当，贵重的东西就更值得当。<笑>我就喜欢你这一点，耐得住性子。 指挥部，指挥部，我是肖辉，一号目标已经确认。同副，一号目标已经确认。毒贩持有枪械武器的几率很大，各小组注意，一切照原计划进行。各单位，报告情况。哪里就位？徐哥就位。高人就位。丁哥，时间不早了。嗯。 这折票能让你嗨一晚上。南明哥，咱们交易吧。好，老规矩，钱打过来，24个小时以内告诉你交货地点。现在钱也不在，货也不在，怎么办？要不请示一下吗？传言上头风声太紧，你们杜家也要撤了。我知道。 你说的不算，转过去吧。等会儿，都别动。黑吃黑，吃黑就得撞。稳住，按原计划。你们是要跟着死的，还是跟着我？行动。 有钱。